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啦，今次同大家介绍呢、这个疗剂，呢、这个另一个灵丹妙药、啊、叫做芦荟吓，芦荟啊，拉丁名就 Aloe Scotrina。嗱、啊，大家好多时候咧都相信咧都认识听过芦荟吓，咁、啊、但一般我哋而家一般人常讲个芦荟咧就叫做 Aloe Vera。就唔係呢個 Aloe Scotrina 啊，呢個 Aloe Scotrina 咧係南非洲嘅一種產物嚟嘅，咁就同我哋平時用開慣用嗰啲蘆薈咧 Aloe Vera 係唔同嘅。OK， 好啦 ，Aloe Scotrina 呢個蘆薈呢個療劑咧，其實主要咧係醫咩地咩嘅症狀咧？嗱、啊，有一個症狀咧，而家好多啲老人家都開始會出現嘅。就咧，佢哋咧係大便咧係濕禁 ，OK 嗱，大便濕禁。咁通常年紀大嘅人咧，好多時候咧，佢會帶尿片，甚至帶屎片嘅。好啦，呢、這個嘅療呢、這個蘆薈呢個療劑咧，係主要咧係幫助一啲年紀大嘅人嚇，嗰、那個有時女性啊、男性都 OK 嘅，女性啊更年期之後咧，個人好虛弱，體質好虛弱，但出現咧。佢咧係大便濕禁，好多時候咧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咧係大便咧就屙咗出嚟，嚇、啊、都唔知嘅。佢發現之間，無知間發現之間，咦點解底褲裏面有幾粒糞便喺度咧？咁佢自己不自覺嘅。嗱、啊這個、呢個咧就係、是、蘆薈嘅主要嘅醫治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症狀嘅。咁相信咧而家啲人咧好多老人家咧就係、是、出面咧用花好多錢咧係去去買啲嗰、那個成人嘅尿褲嚇、啊、屎尿片咁樣，咁希望咧嗱、啊，當然咧呢、這個都係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啦。咁但如果能夠咧係用呢個療劑 Aloe Scotrina 蘆薈咧，係醫好咗呢個嘅大便濕禁咧，同埋小便濕禁都可以嘅。咁呢個就會功德無量嚇，呢、啊這個一個其中一個應用嘅地方嚟嘅。好啦，咁所以佢個問題好多時候咧係同嗰個肛門啊、直腸啊有關嘅，啊或者肛門啊嗰、那個啊肛門啊發炎啦，我叫 proctitis 啦，或者結腸炎啦嚇，咁、啊、呢種咁嘅症狀，或者咧係嗰、那個痢疾啊痢疾啊輻射，咁好多時候咧嗰、那個輻射咧就好急㗎，朝頭早一起身咧要嗱嗱聲去洗手間，啊好多時候就嚟唔切咧就瀨嘅。嗱，咁呢個咧係好多人年紀大咧就會出現呢種咁嘅症狀噶啦。咁呢個咧都係
芦荟呢个疗剂可以啊，可以处理得到嘅。OK， 咁所以朝头早嘅急便啊，咁亦都有啲人咧，好多时候咧就怕放屁嘅，知唔知啊？因为佢觉得一放屁咧，嗰啲粪便就会流出嚟啦吓。咁、啊、呢个咧都系芦荟嘅可以帮助嘅地方嚟嘅。OK， 好啦，咁所以咧，除咗系头先我讲嘅年纪大嘅人啊，体质衰弱啊，嗰、那个肛门咧嗰、那个大便湿禁啊，即系好唔安全咁样啦。咁仲有一个咧系细路仔都得嘅吓，如果小朋友都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啦，即系好容易即系赖屎吓，即系唔知最紧要咧系不自觉地吓，即系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啲粪便咧流咗出嚟啦。咁呢个咧都系 Allos Katrina 嘅嗰个处理嘅地方嚟嘅。好啦，咁仲有一个范围咧就系嗰、那个那个痔疮。咁在呢種痔瘡呢通常呢係好似菩提子咁一集菩提子咁突出嚟嘅。痕啊興啊肛門興啊咁呢就熱敷差冬敷舒服。咁就記住呢如果有呢種嘅痔瘡加上成日分辨呢係濕感呢咁呢種痔瘡呢都係用呢一個嘅療劑去處理嘅。咁、呢个疗剂呢可以话一个小嘅疗剂呢但呢係遇到呢啲咁嘅嗰个大便湿禁呢呢、这个係非常之非常之有效嘅、希望呢个疗剂可以帮到呢、一类嘅问题嘅病人。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